入户怎么扛动力，在雪地里头还跑得怎么欢，跑雪，跑开了雪才能吃到草，而且正在雪地里跑死，看一下来，跑死也是不容易啊。这些戏儿嘛，还是让人心生敬意。再辛苦，站到跑死，站到打瞌睡，站到生活，绝不躺平。这个新冠疫情下，全世界都躺平了。不要说马，就是人要站到把钱挣到手，都是很困难的。这儿热死生肺了，这个马。表示爱意，表示爱意。